come and get i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霞朱。看到这场景就知道这个是很多很多空岛生存第数集。那为什么我会突然改才直播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我呢就是我原本的才直播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小心被我删除掉啊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今天这一集，我用另外一个有点酷的材质包，对对对，有点 3D 版的。那这材质包想要的人当然也是可以跟我要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。生存小屋 OK， 这个我后期再盖。美洞有 OK， 刷挂机不 OK， 刷挂机不 OK， 不 OK， 不 OK， OK， 这个太难，有点难。工作成员攻略每一座岛 OK， 我们今天就来先攻略上面那一座岛，然后我们植树去看要不要，因为我们植树好像只差就是只差这一栋而已，好像就不差了呢，对不对？不缺了呢。其实今天我蛮想攻略这一座岛，试试看这座岛很帅，而且那一座岛感觉超帅，这一座岛也感觉好帅，这座都感觉好帅。那走吧，我们先攻略上面那一座岛，然后再去，因为我们可以直接从上面连接过去，对不对？而且最上面那一座岛其实有没有可能是作者一开始就是说什么呢，就是本岛，这好像是本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是本岛。我们等下就攻略那一座。哎，我觉得这里很危险，然后我们先有没有带稿子？哎，没有怪物。哎呦，而且我今天想要先留着，因为应该是早上原因，因为这些东西很重要。我先跟大家说，在这上面会痛，会痛。如果你蹲着之后就没事，这个不要打就没事了。不要回答他，不要回答他，回答他不是件好事情。先擦亮一下这附近。可绝对要擦亮，因为这个真的不好了，这种生物不好了。也不用，这里不用蹲了，我在蹲什么 ？OK， 这座岛要怎么攻略啊？就像这样，我们就攻略，对不对？好像这岛我们就算攻略，对不对？小心点，不要回到那个僵尸族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如果这样就攻略完，我们就先这样吧。苹果要留着，因为苹果以后一旦用得到，先吃这个。有这水池真方便，那我们就要攻略这座岛。那这座岛的入口，哦，这个刚好，说这样吧，你这样他会不会临时不见？我觉得会。哦，那就让他留着吧，反正不知道会不会不见。为什么我们用这个盖啊？对啊，北七我们干嘛用这个盖呢？算了，那里都盖，那就盖吧。OK， 我们，而且我们的猪羊那边也需要去整理一下。而且等一下给你们看，因为我在自己玩的时候只有做这种东西，因为这东西就是太那个，就是会漏水难看，我就把那个就搬砖吧，就这样堵起来。我想把这些挖起来，我的木头，这刚好有一块，堵，哦，木头就可以，这里，谢谢，哦，这。这里要叠一块，对。这感觉难吸到哎，哇 ！OK， 回来了耶。算那一块我也不要了，哎，上去。
总觉得不够哎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以后不要啊，算不行，不要那样好了。这样我看一下，对吧？这里应该就倒，再往上一层，我们就 OK， 就这里就直线盖了，14格一个够吧。OK， 我们这样借格的盖，居然不够，再6个够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啊，危险，真麻烦，这样比较快。OK， 这三个你就去做个6个，然后不知道够不够，可以来试试看吧。嘿。你这边我想跟一条路过来，这麻烦，每次走这个，我都不知道我盖那么长。21，跳过去，对，跳得回来。喂，哎，不对啊，我刚转了一下弯啊。烦死了，我们不要就是乱耍色，真是。我想一下哦，要往上，这里该跳萝卜。这跳刚好了吧？现在一个小水池，这样不能水，还是要经过一下水的地方。哎，就过，谢谢。我们一定要盖完这条路，攻略这座岛啊！每一集至少也要到攻略一座的 ，OK？OK，、OK? okay, 到达。我知道搞错一个，没关系，这三个先。这怎么进去？然后，哈喽，你有吗？真是感谢，这周再见，期待再相逢。天，他秒后可以挖掉，拜拜。他没有死的意思，但我的命会被他用掉，真的。加油输哎，不错，每攻一个地方。哇，那好像打不回去。这个悬浮功能我记得这个。不见了 ，OK。飞。哎，不能这样，这样太浪费了。天，这攻击力也太高了吧？这。而且我悬浮能量3秒，先等我一下哦，因为需要一下一点哦，戒符盒可以做点那个期待在身上，在我们摸摸上，我痛呢，先制作一把剑。以防万一掉啊，化掉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死掉那个东西不会掉。且这个饿的有点夸张，吃一个，没关系掉。哇，我要死了，真的。不以为会飞，真是的。啊，不见了！而且这层楼竟然没有箱子。哇，另外一边也在攻击，这边比较凶，而且我要死了。我死了，不，我死了，我竟然死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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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死了，烦，
没有关系，而且我们家竟然没有熔炉。我当然知道在这里制作熔炉有点浪费，但得制作一个啊，哦，帅帅。先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先丢进去，这个留着，因为这有可能等一下会用到。这个丢丢丢，这我们最近应该是不至于会回去那边的家那边啊。对，且我们这样。好多，可以等他一下，我们先回去我们本岛，但是其实还是得回去看一下有没有。且书都长好了，太棒棒棒棒棒棒了！姐姐弟一定要完成一个成就呢。公园那座岛完了，得完成一个双怪刷铁机有点难，刷怪机不限怪物。刷怪机下一集好不好？那这一集植树区，好，就完成植树区。我们植树这黑项目有啦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这里面全部都只剩丛林木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有算错的部分请大家见谅一下。对，只剩这个丛林木，那我们就把丛林木种到这里 ，OK， 就成功完成这个成就。如果有少的话，我们下一集再说吧。这里 ，OK。OK， 我们工业，我们在这里开个岛出去。没知道让那么远干嘛？而且我也怀疑这下面有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样也丢得到。悬浮。好像再上一层楼就有了。其实真的很容易饿，你觉得 ？OK。看一下终结组，我要终结组干嘛？终结组可以干嘛？我有点忘记。做的也真是，一直放那么多，这只是干嘛？我还一直让我悬浮上来，这反面就故意的。我终于知道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了，然后就要让你，而且你会一直不停的往上。啊！我吓死我，有点龙蛋，我到最上面，谢谢。水晶，这种力量，那个背包。我们把一些东西先装进去，然后我的东西 OK， 我们用这个来攻击一下，三下解决，太棒。然后这个会变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吃好不好？这不是还有一只？就我刚刚有约过很多只哎，只有这里这只哦。现在没有听到其他声音了，没有我就要吃给大家看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说没错。且这里面的东西一定还有隐藏箱，等一下我们再找，我先吃一下。用几楼了？知道我们往上吧，我不知道那个东东是在哪里，只是应该是在，不是在最上面，应该就在最上面，因为最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个箱子，就感觉这边都有一些隐藏的东西，就是不要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给我一下，谢谢。
一二三，果然。这太夸张了哦，这个未免太夸张了一点点吧。这个东西太好了啦，等一下，还经验修补嘞，还得经验修补。哎，哦，好了，刚刚，哎，谢谢。哇，吃这个有时候还真方便啊，这比跳。那本来想说吃一次啊，看冰到哪里就不要拿。之后不然如果本来是不吃，然后直接跳还要用水撑。Oh my god！ 太夸张，这东西太夸张，我们先把它存起来。但这些东西不要存在这里。OK， 这东西存着，这东西存在这里就够了。可以来果流找，以防万一点饿了干嘛？OK， 我们就出发咯，去知处去完成知识区第一个任务，我们就结束这一集的实况啊，有可能会有点快，因为其实不快。这个东西先给你，再给我这个。啊，对，我们的成就。这种超级大成就我们留着就好。OK， 我们做点东西。16个应该不太够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先坐上去。我这里是要做农田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每一个岛都有隐藏的。我那座岛已经拿了吗？哎呦，这座岛已经拿了。这座岛的隐藏还没有，这座岛没有，这应该挖到最里面。我觉得这一座岛好像拿了，不知道这座岛好远。看，光盖到它的那个高度，这些就不够。对，没错，太棒了。我刚不够用，而且我们先去拿点东西。我记得这边应该有点东西，其实泥土路没关系，长草。我现在如果打铁拳，他会不会打我？因为我这都要烂，而且它上面那个刷怪箱，我等一下去看一下。所以这些都不再涨了，而且拜拜。就是想要找点东西，只是找不到一些有用一点的东西，真的。会不会把我变到虚空？应该不会吧。嗯 ，OK， 刚刚我们根本不在那边坐一坐，又要跑下来，怎么？这植树区就差那边，而且植树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种？我们先把植树区这边可以搞好的花木有了，那个树有了，那还有什么树没有种？花木，这棵树这样还算有吗？还有这一棵对不对？可以，这棵等一下再来。哦，而且那边的泥土我们也需要补一下。天啊，今天好多事要做，好像不是。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一集的意思，懂吗？我记得有个黑橡木在这里，花树在这里。OK， 先把这两颗再种一下。这颗应该不用，救一下。怎么没长啊？还需要一定的空间。他一定说，人家需要一定的空间。
而且这边的泥土都给你。然后这一棵树先砍掉，这棵树在这里真爱。你这么恐怖的地方，对，再种一棵。哎，这样算种了吧？因为它没有说一定要长大吧？对不起，这块什么啊？不是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好像胶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种。OK， 我们走吧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 OS 是什么。我现在不是要那个盖那个哦，对，我每次我都忘记。吓死我，以为这不见了。我的话术有终一定会被我用光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找。36个，再不够我也没办法，我已经快没钱了，没木了。我们再要去当个伐木工，一直伐木。提早转弯吧。再过去一个。正好，死定了！错格，浪费一个。然后这里就可以开挖，就是用挖的，这就是要用挖的，你知道吗？懂吗 ？You know？想挖上去的意思。然后可可豆，可山猫哎，你有没有名字啊？就木头里面没有，他们就一直生产猫咪。把可可豆拆下，然后这里的隐藏的会不会是在那个啊？如果这真的是隐藏箱子的话，我也无言。OK， 我们找到最后一个的树苗了，我们先走，拜拜。竟然有西竟然西瓜，哎，太棒了！会，最好有西瓜这个这种，拿错了，还有这种西瓜这种植物，哎，我现在才想到。拜拜，我们等一下记得去做点斧头。耶呀，斧头，还要再挖一点那个。OK， 我们的植树阶即将完成了，大家这集应该差不多要到这里做个结束。那我看一下，23分钟刚刚好哦，太棒了！今天就是充实的一天，我们工业了2座岛 ，two more， 再加上一个完成了一个植树区成就，太棒棒棒棒了！棒，而且这个需要很大的空间，这个需要超大几公斤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盖出来一点。其实这边先挖一下，因为这个话术也是项目也需要空间。请种下面吧，看你种上面就觉得累，就不要离那么近，离远一点。然后这个东西我就先暂时挖掉。OK， 这样刚刚好，然后这里就可以种一点那个，就是比较大的那一颗，再出来一点，因为它真的有点大，它需要4个的范围，我们就留这一排的4个给它好了。那从这里就 OK， 植树区完成，就要再添加点拍摄地区。我想想，这样，
一二三，拍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再到这里做个结束，那就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蜘蛛就完成，所以我们的成就感太棒棒了。那这集就到这里做个结束，那就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